TT 汤普森没在身边喝乐，卡戴珊穿厚棉衣取暖，孤单撅嘴。今日，美国加州洛杉矶，科勒卡戴珊独自一人现身街头，图片署名东方 IC 34。日前，真人秀节目的播出将 TT 汤普森偷腥一事再次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，科勒成为了大家怜悯的对象。图片署名东方 IC 34。成为妈妈之后，科勒的穿着比起以往低调了许多。图片署名东方 IC 34。科勒表示，他的小天使却给了他无穷的力量，让他能放下过往，继续生活。在爱情至上的欧美婚恋观里，科勒这种孩子至上的观点实在不多了。图片署名东方 IC 34。科勒不时低头发消息，希望 TT 能好好珍惜，不要再犯错误了。图片署名东方 IC 34。